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近日第九期《我们的歌》在张信哲、张艺兴、王源等人的歌声中完美落幕。在随之而来的预告中，上一季的神仙搭档情深深组合回归了。对于周深和李克勤这一对神仙搭档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陌生了。去年二人在《我们的歌》中的神仙合唱，一瞬间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好评和热议，可谓是圈粉无数。纷纷表示说，二人的演唱简直是绝美和声，更是有不少的人都说二人是难以复制的组合。在第一季节目中啊，二人为大家贡献了不少惊艳的舞台呢。即便时隔一年之久，只要是一提及两个人，不少的人都会想起二人共同演唱的歌曲。即便是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，但是两个人一同演唱的歌曲热度依旧不减，可见情深深的受欢迎程度到底有多大了。今年歌手当打之年中有邀请驻唱嘉宾的时候呢，不少的网友都期待着情深深再度同台，到最后呢却并没有等来李克勤驻唱的消息，也成为了无数人粉丝的意难平。如今二人再度携手回归我们的歌舞台，对粉丝来说呢简直是不能太期待哦。对于二人回归节目的消息，不少的网友都纷纷表示期待，评论区里边几乎都是确定这不是梦，别轻回等字眼。众人期待的情深深终于回归了，相信下一期的我们的歌会因为情深深的回归收视率猛增。周深空灵多变的声音加上李克勤浑厚的音色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绝美的视听盛宴。在二人的合作的歌曲中，每一首都很值得我们的回味。一首月半小夜曲将无数人记住了情深深。这首的月半小夜曲是李克勤的经典粤语歌代表作，也是二人的合作的第二首粤语歌曲。有了第一首粤语歌曲追的铺垫之下，二人第二次的演唱更加的默契了。周深空灵悠扬的高音加李克勤浑厚深情的低音，将歌曲中的深情毫不保留的演绎。对于整首歌曲的演唱，两个人配合的是天衣无缝，高音和低音的相互结合，百转千回的曲调让整首歌曲和原版经典的曲子多了一丝别样的韵味。在歌中不仅有他们之间的默契度，也有他们对音乐共同的热爱。正是因为两个人这绝美的合作，让无数人为此着迷，无数的粉丝网友们纷纷表示太深入人心了。之后呢，两个人共同演唱的天下有情人依旧是很稳很惊艳，十足的默契感，加上两个人极具辨识度的声线，音乐老将加上乐坛新生，沉稳醇厚的低音加上飘渺空灵的高音，两个人无需太多技巧，只是开口便足够惊艳震撼。在二人的绝美演绎之下，一首又一首绝美动听的歌曲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情感和韵味。在舞台之上，情深深组合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曲子，不仅有经典的追和伤感的情歌、心如刀割，也有温柔轻快的话，更有流动劲爆的野狼 disco 等等，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，两个人都能够轻松的 hold 住，也的确是称得上神仙组合的。说是天作之合呢，也是不为过的。一个是乐坛重量级人物，一个是新生歌手，在这之前或许很难想象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是怎样的。通过我们的歌节目也让我们发现了这对难以超越的组合，两人超高默契的搭配，加上不同音色的叠合，毫不生涩地为我们传递着音乐的魅力。不管是在音乐之上还是在舞台之后，两个人关系也很深厚。节目中李克勤亦师亦友，陪伴周深成长，而周深的搞怪可爱也感染着李克勤。在音乐中二人相辅相成，在生活中二人亲密无间，真的是羡煞旁人的组合呀。对于此次情深深再度携手回归，相信许多人都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，期待下一期我们的歌情深深给我们的奇妙惊喜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